新冠肺炎的疫情影响真侪家庭的经济，尤其是照顾老大人甲新长者，压力搁较大。台塑集团今年头一摆甲婚姻馆的红十字会合作，伫五日节进行交付关怀慰问金，甲这个防疫清洁的礼盒啊，和六斤酒边沿海七个乡镇1300外计收入户，并且结合红十字会当地的专业人员同齐来照顾。台塑集团今年头一摆和婚姻馆红十字会合作。关乎给收入和慰问金做回来照顾地方的弱势。台塑企业对2012年开始吼，伫五二节中秋加咱农历的过年的时阵吼，拢会发放咱地塑农户3000块的礼金，加阮台塑生意的礼盒。婚姻馆红十字会投入关怀乡镇的照顾要20年，发现不少乡亲有照顾服务的需求，在这摆活动当中提供咨询，希望帮助到有需要的人。直接代表阮四乡的乡民哦，啊来感谢咱台塑企业。真好啊，这也真感谢台塑的，真感谢咱乡长甲村长。透过企业的爱心，加上照顾服务的咨询，嘛，让五日节的送礼更加有意义。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